卯秀星讯息，与心中的神圣蓝图对齐。亲爱的人们，你们好。在你的心之结构中，你持有自己的神圣蓝图，这是一份你注定要回归的原始蓝图。你的神圣蓝图是独属于你自己的，它存在于你的心之结构中的多维流动疆域中。这个蓝图已经开始震动。在你的神圣本质中，有一个加速在发生，它在你的心灵感应中心的脑细胞中相互作用。松果体开始对这些激活做出反应，这些激活是通过你内在的一个预定的时钟而被启动。对你的独特之光的识别可以通过你的心之空间而达成，而你的这种震动之光只有通过你的有意识互动才能被充分利用。随着你改变你的觉知，去与你的心之空间重新对齐时，你的有意识的选择互动开始进入一个更高的意识循环。持修方法，将你的双手放在你的胸部，并将你的觉知放在你的心上，使用有意识的呼吸，从嘴里吸气和呼气，把它像柔和的风一样带进你的心里。使用神圣的声音啊恩，让这些重新对齐在你之内开始。不论你看到、感觉到、感受到什么，顺其自然。然后把我是这句话放入你的心之空间。每天尽可能多地做这个流程，允许你的展开。我们不能替你去做这个流程，你是那个重生并进入你的心之频率的人，这样你自己的光才能开始在你的物理细胞中流动和融合。这是你进行自我实现的行为，也是你进行自我疗愈的行为。照顾你自己，就是选择进入你的心之领域内的光。这是一个回归的自然过程，你选择回归到你所是并一直都是的更高意识之光，拿回对你的心作为一个更高意识的多维工具的所有权。我是这句话激活了你高我认知的接管。保持内心平和，选择回归你自己，回归你的心。我们见证你的历程。